天来啊，它会挡到河水，是很严重的后果啊。是，最近我又申请啊，对，向二合主席申请，要整理，把这些树木要全部要去除掉啊，河水才不会挡到。两边的河床啊，已经做好10年了，做好以后就没有来管理了，所以这树木才有越长越高。有多大多高啦？那么高，也有2层楼那么高的，它的胸径到30公分也有啊，60公分也有，20公分也有，大大小小都有了。